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俊凯，感谢 APEC 未来之声的邀请。2019年，我将作为 APEC 未来之声的青年大使，与通过选拔的中国青年代表团一起参加在智利举办的2019 APEC 峰会。APEC 未来之声每年从 APEC 21个成员经济体中选拔优秀的青年代表，一同出席 APEC 峰会，进行交流，传递青年人的声音。2019，我在 APEC 峰会等你。